Boah.搞呢？太硬的吧！哎！哎，太爽了吧！ 地裂术啊！地裂术很不错呢。地裂术是不是有个100多？就一个。这样子就没了吗？他出去了吗？背包很重的话，就来仓库。 地裂术，地裂术不错吧？地裂术是第几阶的？法师是第5阶还是第6阶的？第6阶的很好呢。第6阶是不是可以卖个几百万？ WillMMM cheer X100队友怎么没有说出局端，你先拿，是不是看不起将军？没有啊，我玩那个弓箭手，已经没有玩那个了。哦，你说交易所500赚了，那也不错啊。 那也不错啊，我来继续练一下。他帮我传到，说话之道。 要杀一个人呢！今天要杀一个人。光明与黑暗，和谐相融。不死族。 去这边吧，探索距离。我把那个设定一下好了。 设定那个，设定那个。哦，对啊，20%比较难练。把这个任务解完，应该，这样子多少？20%啊，大概还差10%，好像应该还是要去其他村庄再接2个。 橘子之消失的12小时。如果你一开始练弓手，你现在早就
开始了，现在应该，我猜应该33吧。冲突的。33。万象 cheer x 一百平淡的攻击力，却企图以华丽的话术说服自己是最强蓝变。你应该感到惭愧，只有加六的武器和没有红变都是 W 的致命伤。你还是先抽到红变再来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是不是该先把这个弓先强化了？不然我现在一直也拿不到其他的武器啊。